大姐，从河北回到北京，然后正好赶上周末，又急急忙忙来到天津，来到天津接孩子，我现在要回北京了，现在要出发。快到北京界了，现在有点堵啊，堵得一点也走不动，不知道前面什么情况。1个多小时了啊，终于能走了。现在已经回来了啊，差不多3个多小时，在五环路上也有点堵，下高速也有点堵，在高速上2个多小时。嗨，回来了，回来啦，这么慢啊？这次怎么？这次怎么慢？啊，那个高速路上堵2小时，是吧？有事故？对，堵2小时，然后上五环上也堵，可能赶上堵到下赶上快下班了。也是，今天这天可能不好，也有雾的，有阴天什么的。哎呀，还是回来了。去领发票去，这也去不了，下班了。就这节儿赶不上了，赶不上了，赶不上了。赶不上了。你坐着歇会儿吧。行。这两天这事儿反正也挺多的。是吧？行，给你倒点水，喝点水，到这儿。来了也下班了，也领不了票了。是啊，今天这顶什么？就住3个小时，正好回来能去领去，反正也是啊，那没事，总部基地那儿。那就明天再说吧。喝点水，喝点水。回来从河北回来，急急忙忙到天津。是啊。弄完孩子，又急急忙忙回来，没想到今天又堵车了。是啊，最近这些事儿也比较多，也挺忙的。是吧？也忙。最近这不是好多。买车的也多了，修车的都挺多的。置换的，还是有置换的，还是有买二手？有置换的，有二手的，都有。是啊。反正现在这一段时间，换车的人挺多的。可能快过年了。快过年了。对呀、啊，每年这个冬天的时候，该忙活一阵了。是啊，这明天上午是不是？有个指标。指标搁这儿了。明天上午一早，还得去给他搬过户。有个朋友买了那个二手奔驰。是吗？那还挺忙的。那天给我打电话，我安排人过去给他看了看，车况还行，是吧？明天上午过户。忙点呗，充实点，忙了不就充实吗？是啊，忙了充实。那那什么，那一会儿咱回去。回不去，一会儿我得送个车，就不上公路去了，我过去送吧。那你送车，那你怎么回来呀？正好你跟着我一块儿，正好我把车给了你，把我拉回去不就完了吗？那我去，我跟着你一块儿去噻。你跟我一块儿。把你接回来。那也行。行吧。行，那咱去吧。那你喝点水，咱一会儿就走。喝点水，少管闲事，歇一会儿。或者那就得给忙上了。我堵车。是啊，票没领了，这又得跟着我一块儿去送个，是吧？票明天领吧。明天领吧。行，那你不喝水，咱走。走吧，走，行，你拿点这个指标，那明天一早就直接去了，直接去了是吧？